你准备好了吗，战士？请你放心，我会赌上父亲战神的名誉。与我生在同一个时代，真是你的不幸。说起来，我也是个斯巴达人，他们将会知道什么是战争。我刚往哪儿跑？你跟我走啊！你别乱跑，跟我。你怎么死了？哎，上次我们见那波帅哥美女约我们吃饭呢。你别乱跑啊！为什么咱家其他的装备买的都是鞋子？ 那只能说明她是个女生，哪个女生鞋子的鞋子多呀？你刚才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幻听了吧？哎，小心草丛！ 是让你快来救我，阿珂肯定在附近准备接我呢。我蔡文姬隔墙闪现放大够意思了吧？那兄弟，你死那么快，让三个人围殴我是几个意思啊？英雄联盟亚运会决赛的中场大战，中国队加油，为王老二而战！世界第一强无敌 ADC， 全场！你怎么不一起看？熬夜伤皮肤。你不是都学会用逆灵法器了吗？哦。大哥。 好的，战场分为三条兵线，摧毁敌方水晶即可获得胜利。好的，要死啊！ 蓝爸爸，我跟你拼了！Defeat。 你说，月老一个千年老妖，怎么最近开始用美容仪了呢？老老说，最近一直想变回年轻的样子。年轻的样子？他年轻的时候什么样子？嗯，我有照片。